请问你是变态师吗？拥有热心心肠的型男，干嘛疯了？是鸟粪，要不是我就命中你头顶了。一个是具备优秀条件的接班人，那发型很适合你，很可爱，真的。你是高级主管啊，可以随便使唤我。不可以那样对待朋友，就当是公司的前辈，有困难就尽管说。完全沦陷了，沦陷了。千万不要对俊秀说些有的没的。孔欣，孔欣。美女孔欣，1月10日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。